搭香不停，听我给您说分明。竹板搭香不停，听我另类说三农。农村事情来播报，再给大伙唠一唠。村里农民到老年怎么生活给您谈。你到农村看一看，老人干活很普遍，五十六十的农民地里干活一大群，人过七十生活难，还要种几亩薄田，只有少许养老钱，老人依然难清闲。农村老人很困难，为啥还要去种田？如今农村生活好，吃穿住用不缺少，不再缺吃喝少穿，为啥还要去田间？年过七旬一身病，为啥还要去劳动？农村老人去劳作，依然发光和发热，找到自己的价值，也把儿女来支持。老人干活不清闲，这样活得有尊严，感觉很有存在感，儿女规矩不用管。每年农村到农闲，一到村口闲话谈，都会自我去炫耀，引来阵阵的欢笑。炫耀自己庄稼好，今年收成也不少，洋溢自豪和满足，干活更加的投入。农业已经机械化，再多的地都不怕，种地劳动非常少，想要干活也难找。农村老人闲不住，观念根深和低固，自己找活去劳动，闲下来是会生病。农村年龄大老人，听我给您来讨论，如果有天不能干，吃穿住用怎么办？老人何去又何从？听我给您说分明。几种养老的方式，其实大伙都认识。首先，国家有补贴，惠民政策上台阶，国家补贴力度大，促进农村大变化，和谐安定来养老，养老制度逐渐好，老有所养和所依，养老金额也升级。土地收益来养老，这个方法也很好。随着产业化发展，土地可以去流转，可以承包给大户，领取分红和补助，获得租金的收益，也能去生存下去。农村养老大进步，子女轮流来照顾，子女轮流来养老，比住敬老院里好。农村医疗有保障，这个政策非常棒，大病小病都救助，促进农村大进步。看病能报销现金，不用过分去操心，那个去操心。农民就是累，农民就是累，地球人都知道我做人很狼狈，金钱是玫瑰，是带刺的蓓蕾，让人尝尽缺失的苦水。农民就是累，农民就是累，全世界都知道你赚钱很疲惫，用你的汗水来换真和美，农民受苦受累谁安慰？谁安慰？